好紧张，好紧张！我演出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是，谢谢。作为前两年比较火的演员，你知道现在在后台待不住，你知道吗？很难过，很难过。嗯，真的，我早就跟我师傅说，我说不行，给我们调前面来，张云雷前面。我师傅说不行。对。行，你好好演，好好演啊！既然已经到这儿了，今天又是钢丝节，满坑满谷的观众啊！今天来那么多观众，哇，调价很贵吧？大家能有票就不错啊！嗯，谢谢。能进来就不错。嗯、哎，真是，谢谢谢谢。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这就是我们德云社的相声啊。对。今天呢，又是一个钢丝节，每一场呢节目都不一样，是人员也不一样，还有翻场。哎呀，还有翻场。特别了不起，刚才是张云雷、杨九郎、当今我们德云社最火的演员啊。是。二位下去休息一下，这场呢又把我们哥俩换上来。是的。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嘿，因为已经过时了。这个，哎呀，我还能笑得出来，真有心在滴血。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啊，我叫岳云鹏，是一个小学生。谢谢。谢谢谢谢，依然还有掌声，我心里特别开心啊，特别高兴。谢谢谢谢、哎、可以了，谢谢。谢谢谢谢，爱你们爱你们、哎、啊，观众还是不累。这是我的搭档啊，嗯，我们两个给大家说一回相声。相声大家都知道，四门功课。说您是红过了，我是没了。不是，怎么了？您说我名儿啊？这不是大家都认识您，那也得说呀，对不对？大象，这是我的搭档孙越老师。哎，您老师，继续啊，指着你们站点儿呢、我们这场规定是30分钟。那你别说出来呀，别说出来呀。5分钟过去了，行行。又来5分钟。谢谢，还有爱孙越老师、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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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了不起。嗯，行。说明什么呀？说明什么呀？好，没有没有没有，说明大家呀都喜欢相声。哎，对，这是好事儿。嗯，我们这些个年轻的相声演员也喜欢说相声，对不对？好，我们这些个中年相声演员，我们这也不行。您像我们这些将死之人呢，也喜欢相声。您的意思就是能活着下去就行。我不知道现在观众的口味这么重口味了啊！您不看您接的谁？就听两个老家伙在这儿啊絮絮叨叨。对，大家都喜欢相声，我们这些个年轻的相声演员呢，也喜欢说相声，喜欢，要不我没法进行了啊！对，喜欢研究相声。哎，对了，这些个素材怎么来的呀？您说说，打生活当中来。是，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老话儿，大家喜欢听相声，哈哈一笑，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二气均分，食归大肠，水归膀胱，对身体啊有好处。您说膀胱的时候别比划这边行吗？行，真是对身体有好处，有好处是。那么说这人得了病怎么办呢？得病怎么办呢？去医院。没猜到吧？是不是没猜到？就这么神奇。这个转的还挺愣。得了病得上医院，那是。但是很多人啊，都容易这个得病，大病小病不一样。哎，对，有的病看得见，嗯，有的病看不见，有的自然生长，嗯，有的后来创伤，有替先天的，对不对？我们后台就有很多人都有病，后台都是病人啊，很多人有病。我们后台有个演员叫侯震，今儿没赌气没来那个 啊，
往常都是他主持啊。对，今天说听说是什么，因为什么颜值还是因为什么，就对对啊，就是因为长得嗯啊，就没让他来。是侯震，相声世家，对，侯本林的长子长孙，没错，相声说的真是，现在是我的，现在是我师父的司机，你知道吗？您等会儿吧，相声世家怎么现在改司机了？他就是啊，嗯，就是不太会，就是世家，哎、啊，就纯世家，啊、纯世家啊！哎呀，哎呀，我心里舒服多了。那是，对，我比你还舒服呢。纯世家跟相声没关系，但是呢，这个喜欢开车。哦，好开车。哎，给我师傅开车啊，司机啊。前两天出了点事儿。什么？出了点事儿。侯震开车出事了。对。哦，你师傅怎么样？我师傅能有事吗？那不是侯震给你师傅开车，他我师傅没在。侯震自己开车出。啊。拉空了。是这么回事儿，嗯，那天啊，这个保姆要去买菜，侯震说：“来，我去买。”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你一个司机，你管保姆的活干嘛？不是，他跟保姆关系特别好，知道吧？我师傅家那个房间、哦，每个房间都有名字，他那个名字叫四宝斋。什么叫四宝斋？司机保姆的房间，你知道吗？婚房。嗯、四宝斋上下铺。不耽误事儿，哎，俩人关系挺好的，那还不好。保姆说去买菜，侯震说他去帮忙、嗯嗯、哎，开着车就奔上高速了。哦，你师傅住得远。住得远啊。嗯，买菜得上高速，经过一段高速。对，在高速上出事了。怎么了？怼了，撞车了啊，而且是连环怼。哎呦，前面车后边车当给侯震怼中间了，夹中间了，挡风玻璃噗一下，哎呦，就进嘴里了。那他开车的时候一定说话来的。他是个嘴特别碎的人，哦，那么自己开车给收音机捧哏，不是相声世家吗？对，世家本色啊，是不是？自己的相声平时也不怎么可乐，对，没事，那世家现在都是半导体里活着呢啊。87.6大鹏的那个节目啊，开什么开心茶馆啊，欢迎大家收听开心茶馆。好，是没错，捧哏，哎，挡风玻璃，噗，哎呀，进嘴里了，怼嘴里了，满嘴的血呀，哎呀，您侯震都那样了，你怎么那么开心？是满嘴血，他再也不能给我们榨汁了。哦，对不对？不能告状了，哎，再也不能说我们不好了。那是好事，哎，为民除害了。这是侯震，哦，就这么惨。对，就这么惨。哎呀，哎，有的朋友说后来怎么样？后来跟我没关系，他就不能扎我的针了，就结束了。哎，对，没有后来了。哎，嗯，这是侯震，孙老师，我怎么了？前两天也不舒服。什么叫不舒服？难受哪儿啊？嗯，嫂子，那个。您说清楚了啊，嗓子，哦，就这儿闹，扁桃体发炎，哎呦，怎么办？怎么办？上医院，家附近有一个医院，瞧瞧去，啊，叫会好的医院，啊，说的是病人，说的是医院的产业呀，会好的，这越是买卖稀是怎么着？具体什么原因咱也不知道，反正就叫会好的医院，三甲医院，哦，三甲。三甲会好的三甲医院、嗯、就去了，进那个诊室、嗯、迎面有一个桌子、哦、哎，大夫在里边坐着，诊室吗？哎、嗯、旁边呢有一个这个洗手盆，消毒的，墙上供着喜来乐，对，他就进去了。哎，等会儿，墙上供的谁？喜来乐。你供刘罗锅不好吗？这人一脸没有文化的样子，谁供牛罗锅干什么？喜来神医喜来乐啊！那没供喜来乐的，那供华佗呀！你供喜来，你供李宝田干嘛？我就问了。真行，挺大的医院，你搁个李宝田照片儿，什么事儿的？其实我就不爱跟你聊天，供什么李宝田？喜来乐神医喜来乐吗？喜来乐照片啊？那照片谁啊？李宝田啊？那不一样吗？那你废话。他演的喜来乐吗？那没有供他的呢呀。
那得供啊。什么医院？那得供啊。医院是会好的，这玩意儿好得了吗？这会好的。哎，大夫站起来问：“哎，怎么了？怎么了？”啊、大夫，我，嗯、啊，我难受，难受，我看你快死了，难受。这是知道吗？得亏你来得早，知道吗？嗯、啊。晚一会儿，怎么我都下班了。你们好不了，你们来张嘴，张嘴、嗯，哎，说着话，大夫从兜里掏出一根雪糕棒来，知道吗？您等会儿，您等会儿，等会儿，来，您等会儿，脏不脏啊？雪糕把这缩了完了，搁兜里了还？什么缩了？这鸭舌片儿，鸭舌板儿，鸭舌板儿，鸭舌板雪糕棒、哎、把舌头伸出来，压住舌头、嗯、啊，还挺甜啊。嗨，也没缩了干净。哟，扁桃体发炎。啊，瞧出来了，扁桃体发炎、嗯，没关系，没关系、嗯、啊，手术，手术好了，哎，啊，把扁桃体拉了，扁桃体拉了吗？啊，这倒没。扁桃体其实啊，没有什么大用，它就是预警、啊。这有的人呐、啊，生病了难受，他走扁桃体，哎，对，或者走鼻子，走嘴，走耳朵，走耳朵，走脚后跟，走脚后跟，这什么病啊？这是，它不一样，它不一样。哦、为什么人有脚气？对不对？为什么？它就是释放那个毒。哦，对不对？我就有脚气。哦、嗯，十个脚趾头，八个脚趾头缝全有脚气。哎呀，特别酷，没事搓一搓。哎，行了行了，真恶心，我跟你说，扁桃体拉了就行了，知道吧、嗯？上楼做手术，做吧。啊，那个打麻药，打吧，选麻药吧。您等会儿吧。选麻药？还有选麻药啊？人麻药分三种，哪三种？口服、注射、喷雾。口服500，注射1000，喷雾2000，哪个管用啊？哎，说这口服是什么？口服啊，就是白酒，白酒，一斤白酒喝下去，当时就晕倒，啊，哦，注射就是传统的注射，哦，传统注射，哎，那喷雾呢？喷雾呢？喷雾就是把那个麻醉剂呢放到加湿器里头，2000，知道吗？为什么这个怎么那么贵呢？加湿器送你了。大我一加湿器，来吧，就白酒吧，500吧，白酒，哎，五、嗯、百块钱一瓶白酒，就牛二锅头那个、哎嗯，没有广告，喝下去啊、嗯，当时飘了，哟，这一杯我就飘了、哦，一瓶啊，一整瓶，嗯，大夫，嗯，欲仙欲死，什么酒也不知道到底，我感觉啊，就、嗯、不用了。嘿，忘了疼了，就不用手术了。哇，好舒服！哎呀，这个大夫，啊，大夫，我只有一个愿望。什么愿望？有没有花生米？有花生米，再来一瓶。啊，我现在急需花生米。行了，别废话，别废话，做手术啊，做手术。嗯，当就躺地上了。您等会儿，躺手术怎么躺地上了？当时没准备好嘛，躺地上。叫一系列的这个护士，一系列的，好，我头回听说这词儿，一系列的护士，就各个科室的这个护士，哦，全员出动，俩护士抬得起来吗？那你让我坐在那儿喝不好吗？你也没想到啊，是的，谁想让我站着喝，当时撂那儿了，干嘛呢？这撂马呢？你们这，来吧，嗯，差不多七八个护士，对吧？够壮的护士，抬起来。放上去啊、嗯，手术做完没事了。那就过去了。转过天来又难受了，怎么又难受？馋酒了、哎，又想酒了，酒腻了我。啊，哪儿啊？嗯，阑尾炎。哦，就这儿，阑尾。阑尾。哦，阑尾这儿，阑尾。说好了，啊、说好这儿。这儿 啊。对对。嗯，就觉得难受。哎呀，这怎么办？阑尾疼啊，怎么办？难受啊。嗯，上医院，会好的医院。哎。我早晚死这儿吧。奔那个诊室。嗯，大夫。对，迎面一个桌子，里边是大夫，这边一个行。李宝田，李宝田，李宝田。宝田，宝田。供着喜来乐，是吧？冲他也好不了，我现在。大夫，我又难受了，又难受。嗯、哪儿？嗓子怎么样？嗓子好了，但是我、嗯、可能是这儿。哦，阑尾炎。动手术啊，没事，动手术。都得手术。走，上楼，3楼。3楼。嗯、换了一个这个手术室。到那之后，先生，选麻药。嗯怎么又选麻药？选麻药啊、嗯！我们这有3种麻药：口服、注射、精神麻醉。
口服注射我才能理解，这精神麻醉是、精神麻醉就是给您讲故事，争取让您开心的晕过去，或者是难过的晕过去，看您选择是哪个、大喜大悲、对了、大喜大悲，你看这玩意儿挺人性还、省酒倒是，这个我没有试过。来精神麻醉、我听听，我怎么能我大喜大悲了，我躺好了啊，躺好了，精神麻醉，先让我躺下了啊。这回想你先让我躺了，先躺好就这么开心了，废话，你看麻烦成护士一系列，他得这人还挺好满足，来躺好了啊，闭上眼睛，争取让你开心好不好，闭上眼睛我就开心了。其实我认识您，您不是说相声的孙越吗？啊，认识我，对不对？你们单位很多人都特别可乐，对不对？您说说我听得怎么可乐。你们后台有个烧饼，对不对？听说了吗？最近被评为西城区十大美男之首，开不开心？西城区没人了，长那模样还美男之首啊，这个不足以让你开心吗？这我能开心吗？能够气死，能够气死也行啊，也能晕过去。我能自己晕过去就行。对，只要能晕过去就可以。啊，您再来一个。这个不够是不是？这过劲儿。好嘞。哎，你们后台有个演员叫栾云平，小栾，栾怼怼，就怼人呢。对，栾怼怼。嗯，你听说了吗？嗯，怼人世界锦标赛他拿了冠军。谁办这比赛？有一个题目叫《梁山伯与祝英台杠》，你知道吗？可乐不可乐？不可乐。抬杠有什么可乐？这不逗。不逗这个。于谦，于谦怎么了？前两天烫头烫死了。哟嚯，这早晚。开不开心？有刚有一点那个劲儿。好嘞。有开始了，您再来点开心的，我听听。好嘞。那个，哎，你有一个搭档叫岳云鹏啊？有。这两年不行了，对不对？啊。他电影《鼠胆英雄》没有票房，怎么样？哎呀，这都豁得出去了，确实没有票房。难得自己说啊，这对我不管用，你要岳云鹏来了，没人能晕过去，你知道吗？你一说票房，当时就死了。那个，我要把大夫微信推给你。哎呀，这也不行啊！我再问你，孙老师，多久没有发工资了？动手术，嘎，晕过去了。我还有钱动手术呢。哎，没多久醒了。哦，醒了，醒了，那挺好。哎呦，做完了，大夫就问他，哎，先生，这个伤口，缝不缝？多新鲜呐！我躺着都亮着呢，我招苍蝇了一会儿。你们损不损？我躺着亮着，合着我。什么意思？我展示什么呢？我这什么意思？还没缝呢，缝啊！我说话都漏风了，一会儿。为什么不缝？为什么？快缝！不是我们这缝呢，有三种。怎么？您能一气儿说完吗？这，我这亮着跟你聊，我得。忘了提前跟您说了，缝有三种啊。这个一种是正常的那种缝。啊。我觉得怎么缝都行。需要拆线的缝啊。好不好？还有什么？别问了，我就还挺有心气儿，我还乐意聊。还有一种呢是胶布啊，就不用缝。那我等破轮胎了补上了。没事，还能揭开看一看伤口怎么样？没听说过。这是一种。我藏点私房钱，我的。还有一种是。我还揭开看看，揭开出来了一会儿。像话吗？这啊，对，取出咱阑尾，您要不要？我不要啊！还有一种最贵了，什么？5000。5000，这怎么这么贵啊？这个啊，这怎么那么贵？啊，我呀，我们给您缝一个我们医院的 logo。这，我没收你们钱就不错了，我会好的，怎么样？人家我哪儿缝的会好的？我怎么了我？看我这，行，赶快缝，怎么缝都行，别晾着了。缝完了，好了。那不好了，没事，你看，哎，别拍，没事了吧？嗯，这是孙老师的事儿，我算活下来了啊！标可乐的孙老师的父亲。哎呀，时间差不多了啊！靠我爸爸占点儿呢。
孙老师的父亲啊，铁铮铮的汉子，有血有肉。那也不经你们折腾。有血有肉。这废话，没血没肉，我爸爸木头。纯爷们儿。废话，我爸爸可不爷们儿吗？都废话说的这都。你今天怎么那么多废话呢？您说的都废话，我爸爸可不爷们儿吗？这。纯爷们铁铮铮的汉子。哎，行了，别说了，好不了了。我跟他关系特别好啊。哦。前两天就电影《鼠胆英雄》上映之前，怎么着？他跟人家打赌。我爸爸跟人打这么多？哎，嗯，我打赌《鼠胆英雄》票房30亿。嗨，吹这牛也就打，哎，不行，打什么赌了？票房一定超过《哪吒》，我打赌。我要是输了，哎，你抠我一只眼。我爸爸这不就自杀吗？事实证明，抠了。眼睛没了，哎，对，好，我爸爸犯什么脏头？眼睛没了，怎么办？怎么办？去配眼。这词儿好。我跟他关系好啊，那是我跟他一起去的呀。那我没你的眼睛丢不了呢。海淀有一个地方叫右眼堂。什么？右眼堂？什么右眼？就只配右眼。哦，左眼不管。哦，左眼不管。哦，就配右眼，很多种，陶瓷的。哦，檀木的，檀木的，怕我爸爸长虫。好的，檀木的，不锈钢的，哦，琥珀的，这值钱。我爸大黄眼珠子，铁的，哦，铁的。对了，他父亲呢，为了省钱，怎么呢？选了一个铁的，得结实啊。行吧，结实啊。塞进去，就塞进去了，塞进去了。嗯、他那个铁的眼珠子呀，嗯、沉，实心的吗？那可不是吗？哦，沉一个得有七八两，是吧？七八两，纯铁的呀。哎呦，没有两天，这右边脸啊，啊、嗯，耷拉下来了，坠下来了，就都给压下来了，这不掉嘴里了？就这样，他父亲掉什么嘴里？掉什么？废话，耷拉下来了。怎么那么惨呢？听着，他父亲呢有一个铁铮铮的汉子。我说不说这一句？他父亲有一个爱好，知道吗？就这样还有爱好？有爱好，跳绳。我爸爸爱耍流星。哎呀，导致这个眼珠子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对，这边都空了，对，给脑仁再拽出去。这里边都空了，哎呀，没事拿出来看一看，还看看干嘛去？好玩啊！这有什么好玩？怎么拿它抠不好看，知道吗？啊、抠不好看。哎，磕！哎呦！哎，这往外磕，这我没接住怎么办呀？好着嘞，再摁回去。哎呀，再来！哎哎。我爸爸真是个爷们儿，那是铁铮铮的汉子。对对对对，哎呀，打眼眶吞铁球的，哎呦，行了，哎，拿到手，多漂亮啊！还漂亮呢，你看这眼珠子画的啊，就这么神奇，什么？啊，后面有人，对，没这么看就，干嘛还带摄像头？怎么着还吓唬谁呢？这个。哎呀，我写这段的时候没有觉得这么可乐呀。我没想到怎么就同意是我爸爸了呢。原来我说写于老师多好。后面有人。哎，行，后面催你了、塞进去。啊。好、啊，晚上睡觉啊，他躺着更难受。那是掉脑子里的。当啷。他往后走啊！废话，怎么办？睡觉前需要磕出来，知道吗？啊、又来了！哎，对，我爸爸单手打标，单手接标。行，嗯，哎，行，可以了，可以了。坏了，怎么了？没接住。哎，对，我说早得掉地上，怎么办呢？啊、哎呀，一只眼找不着，找一只眼找另外一只眼。啊。想了一个好办法。什么办法？吸铁石。
哎呀，拿一大吸铁石那么大个在屋里头，不着眼呢。哎呀，吸上来了，天哪！哎，在这儿了，全是铁砂上面啊。哎呀，那你洗一洗，万一不是瓶子盖怎么办呀？真是吸着就搁眼睛里呀你！这么脏啊我这！那重量是差不多的嘛，对不对？那你洗一洗，你消毒。哎呀，哎，我要干嘛来的？哎，啊，对，该睡觉了。哎，你安进去干嘛呀？放到碗里头啊，你消毒液，睡觉。嗯。放在碗里，碗里有水呀、啊！啊，对呀、啊，对不对？他父亲半夜起来喝水，坏了，得改吞铁球了，给喝了。哎呀，喝了怎么办？怎么办？他知道孙悦有认识大夫，对，会好的。李宝田的粉丝发短信啊，嗯，忙发。咱有一只眼就不用啊，对，就不用，这边没了空唠唠的。孙悦你好，你要不张嘴看看。孙悦你好，不行，撤回，高了。我跟孙悦不用用你好。对，有没有眼其实一样的。孙悦你在哪儿？我的眼睛被吃了。好，嗯，还是我自己吃的。那废话，别人谁下得去嘴呀、啊？我现在很难过。哎呀，左眼欲哭无泪。那是，嗯，都流到右眼眶里了。你说怎么办？嗯，打小眼了、哎、我吧。哎，我可以发语音呢。您早干嘛去了？赶快奔医院，赶紧把医生的微信推给了他父亲。嗯。奔医院了，去吧。奔医院了，找大夫。大夫说：“你这个、张嘴，我看看。”嗯，拿着压舌片一压，哎呦呵，看见了。怎么了？坏了坏了！怎么了？下去了。你看，你给杵进去干嘛呀？你要不下，还卡在这儿了就。你压个开道掉下去了，真讨厌！赶紧做胃镜。哎呀，哎，胃镜它是有那个管啊。对对对，那叫摄像头。张嘴啊，好嘞，对，前面小爪子给抓出来，我看见了，看见了，嗯，黑的，哎呦，还挺圆，哎呀，你拿出来，哟，坏了，怎么了？下去了，下去了，你又给杵进，杵下去了，你老追着他干嘛呀？你到肠子里了，赶紧做 CT，、哎、做吧，照各种照，嗯，大夫一瞧，嚯，你这个没在这个肠子里，没在哪儿呢？已经往下走了啊，行了，这快找着路了，你去，嗯，往下走了。您去肛门科吧。哎，对，哎，肛肠科呗。到那肛肠科瞧一瞧。到那脱了裤子。嗯，大夫，您这动作有点夸张了。这是大象，您这干嘛呢？扒门帘子呢？过分了，您这有点。你没。哦，坏了坏了坏了。怎么坏了？我看了一辈子这个啊，今天啊，怎么他看我了？去你。今天请您欣赏人鬼情未了，表演者岳云鹏、孙悦。谢谢。谢谢现场的朋友们的热情掌声，非常的感谢。哎，啊，今天，哎，啊，别耽误时间啊，啊，下地上等我啊。我现在就想鞠躬下去了，你知道吗？哎呀，万万没有想到，我先跟大家聊几句啊。是，今天这场演出是跨年演出，对，也是我跟孙悦2020年第一场演出。我们这一年就演了一场，第一场大型演出。对对对，前段时间我们去小园子演了几天，演两天啊，特别开心。今天跨年，刚才这个孔云龙啊，给大家，孔云龙还有我师父于大爷
三位给大家说了一段传统相声八马褂，完美、啊、说明什么？说明明年要捧三哥了。是，哎，掌声送给三哥啊！恭喜三哥，恭喜三哥，三哥真好，是，哎，今天演得非常好。我们后台有这么一句话叫做接火不接泥。对了，是什么意思呢？就上一场特别的火，我们愿意接，我们愿意上来演。是，上一场演得不好，我们就说实话不太愿意上来演。但是老先生忘这么一句话，嗯，接炸怎么办？接炸上医院都炸了还怎么着？人家上一场太火爆了，太火爆，真的啊，简直跟爆炸一样。老三们谁都没想到啊！是啊，我们在后台如坐针毡啊，这是演也不是，不演也不是。是，王海告诉我们，你们只有十分钟的时间，太可怕了。嗯，就比如说我们演三十分钟、嗯，跨年跨在我们身上，那不行啊，对不对？对对对，你不不，大伙儿别忘了德云社姓郭呀，对不对？赶快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把正事儿办啊！直接给大家表演节目啊！嗯、这个节目的名字啊，还不改，还叫这个人鬼情未了，只是我们快点说好不好？这个我们每个人呐都有害怕的时候，一会儿口风都变了。啊，您再来一遍。这个每个人呐都有害怕的时候啊，人有一怕。对对对，嗯、有的人怕高。哦，怕高。哎，有的人怕水。哎呦，还有的人呢怕火。是，就比如说我就怕火。你怎么怕火呀？因为我不能再火了。您再火就是火化了。每个人害怕的点不一样。是是是。哎，我们后台很多演员都害怕栾云平。哦，怕小栾。哎，栾副总，因为他负责派场啊、分钱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业务，他有实权。有实权。嗯嗯，特别的厉害。是，但是栾云鹏什么鬼？该三哥火呀！你敢说错栾副总的名字？但是栾云平啊，啊，也有害怕的人。他怕谁？害怕我师父。哦，怕你师父。因为整个德云社都是我师父的。师父老板。我师父也有害怕的人。怕谁呀、啊？怕我师娘。哦，怕媳妇儿。我师娘怕郭芬阳。我怕儿子。哎，郭芬阳怕郭麒麟。那郭麒麟呢？分他财产。哎呦呵，家庭不和了。对。哦，后台对词没有这句啊。这个，我不让说这句。人人都有一怕。是是，但是更多的人呐害怕鬼，哦，鬼神之说。我想问问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人见过鬼？你们都见过怎么来的这儿？我就没见过，来不了了啊！在后边，今儿这台是点阴森、啊，没有，三哥火了，怎么会阴森呢？啊，是是是，这个没有鬼。谁都没有见过鬼。哎，对，有这么句话说得好啊，您说世上本没有鬼啊，死的人多了就有鬼。我听得像个老话啊，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有路。哎，对对 对，有这么一句话。是，哎，这个确实是没有鬼，更多的都是人吓人，人编的，对不对？我们小时候啊、嗯、在我们小时候都在什么小时候，于老师，你小时候别耽误时间了，就好嘞，好嘞，说没有外伤花了 没有外伤花，没有外伤花了，是，那就不可乐了，对对，本身都不可乐。啊，这个在我们小时候都听过很多的鬼故事，啊，都有，对不对？躲被窝里听鬼故事，哎呀，吓出一身冷汗，那种感觉是特别的好。哦，就比如说厕所里的灯，听过吧？灯怎么？哎，拿那个墩，没有，没有，回去听去，拿那个墩布墩啊，墩着墩，发现那个墩布那个头是个人头，哎呀，哎呀，特别的恐怖。还有对面楼里的姑娘。对吧？楼里姑娘，哎呦，还有孙府的一声惨叫，这都是经典的这个鬼故事，听起来特别的。别等着，不经典，前面这俩我就不管了。怎么还有孙府的一声惨叫？这什么意思？孙府的一声惨叫，怎么还指名道姓呢？这肯定是你们家的事儿啊！多新鲜呐，对不对？我问你什么呢？别那么多废话，时间紧要啊！这个。这词儿有，什么废话？有这句，是这么回事。孙老师他们家呀、啊，住在北京，多新鲜呢！北京四合大杂院，你知道吗？他们家呀、啊，院里太乱了。四合大杂院本身是个四合院，嗯，他都租出去了，变成了大杂院，分租了给。哎，后边那一排，嗯，哎，你住里边，我父母住中间，哦，这边住刘大爷，这边住刘，哎，
怎么还刘大爷？刘大爷跟你父亲特别的要好，老玩伴。哎，老玩伴，原来在一个单位工作，老同事。哎，大叔不愿意听是吗？要不我喊三哥行不行？马上就可乐了。好啊，等你回来啊，等你回来。刘大爷，刘大爷，刘大爷，刘大爷。老邻居啊，老邻居，老跟你父亲关系特别的好，是是。但是刘大爷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不会说话，哦，失语了。哎，对，失语，说话啊，就不用学，不会说话，是。经常跟你父亲在一起，啊，喝茶、喝酒、哎、下棋、唱 K， 天天在一起。您等，是吧？哎，那怎么唱？有那个专门唱啊的那个歌吗？对不对？这什么歌这么费劲呢？听。不，时间。然后你这有便是怎么着？就跟你父亲天天在一起，他可以从旁边鼓掌啊。啊，就我父亲唱他鼓掌。对了，我带着粉丝去的。时间长了你妈妈受不了了。呵，我妈妈。对，你妈妈受不了了。嫉妒他们俩了。有一次他们俩人哎手拉手回来。你怎么把手拉手还得。你妈就生气。那大老头子你是。嘿。这是我妈，这是我哥呀，这是。嘿，妈呢？女的细点声，干嘛呢？啊，干嘛呢？过来，来，咱俩吵架来，干嘛挑衅呢？这要 battle 啊！老刘啊，三五声就回屋去了。老刘，赶快撬吧，走，哎，走开。刚才忘说了，这个老刘啊，跟你父亲沟通的方式很简单。什么简单？摩斯密码。这比说话还累呢。摩斯密码，敲墙就可以。哦，敲墙啊！你父亲回到屋里，跟你母亲开始吵架，吵着吵着吵不过他。谁吵得过女的？男人吵不过女人，这是永远的硬道理。是是是。怎么办呢？赶紧喊隔壁的老刘，就敲墙。您等会儿吧，他说话都吵不过，你找一个不能说话的。老刘有方法。老刘大大大大大敲墙，大个琴的意思是我媳妇正在跟我吵架，我吵不过她，你赶紧过来。摩斯密码啊，你赶紧过来帮我。是。然后老刘那边敲墙，大大大大大大，大个琴的意思就是我已经脱了。你谁问他了？啊，这边赶紧敲，大大大大大大，你脱了穿上也得过来。真费劲，这边哒哒哒哒哒，那意思是我脱得很干净，还裸睡还。一会儿老刘就过来了，穿上，禁不住你爸爸的诱惑，禁不住你爸爸的一直喊他，你知道吗？还诱惑，过来了，哎，穿一跨栏背心，小裤衩，拖鞋，往门口一站，就这样就来我们家啊。开始敲墙，哒哒哒哒哒哒哒，站门口还得敲。大概琴的意思是跟你母亲说话，和我妈说，你父亲旁边翻译。嘿，老刘说了，嗯，我这样的男人世间少有。哎呦呦，如果你不要，有的是人要。你妈一听生气，更生气了。是，滚！你们俩给我滚！老太太急了。哎，你父亲搀着老刘站在院里头，这会儿院里头下起了瓢泼大雨，老天爷下雨了，电闪雷鸣。哎呀，站在院里大喊一句啊！就这会儿，天空中出现一道新型的炸雷，给这俩人劈死了。这天公作美、啊、哎，孙府的一声惨叫，我爸爸让人劈死了。哎，你跟你父亲关系特别好啊。啊，怎么着？你是你父亲的亲儿子呀，多新鲜的，天天想他，天天想他啊。这叫什么呀？思父成疾，好词儿。想病了，我有一次你自己在家睡觉啊。我自己啊，媳妇呢回娘家怀孕了。对，自己在家睡觉。哎，等会儿，我媳妇儿回娘家怀孕了。嗯，那还回不回我这儿了？回你这，他是先怀的孕，后回的娘家啊，回娘家养胎啊。对对 对， 对，说清楚。时间的关系，我想紧凑一些。你别紧凑，啊、紧凑我快离了，知道吗？回娘家怀孕了，嗯，就说你一人在家睡觉，我一人了。你父亲回来了啊？嗯，你天天想，天天想，他回来了，魂儿回来了，魂儿回来了。哎呦，我爸，梆梆梆敲门，他一进不来，他敲门，因为门锁着呢。啊、嗯，哎，他有一个门栓的。大宝宝啊，门栓啪，是我们家不是鬼就是妖，蛇精变的啊。一会儿你爸爸想一办法啊，顺着门缝就进来了。您等会儿，您等会儿，看看这是肉虫子，这是它的蠕动啊，它的顺着门缝。那你敲什么门呢？有这能耐？它得进来呀。你进去顺哪儿进不来啊？你从油烟机也能进来，知道吗？这什么孩子？说自己的父亲能从油烟机回家，这什么孩子？废话，你敲什么门都灵体了，这那怎么？你半夜做饭怎么办？一问你爸，回去了。我给我爸爸抽出去了。
没听说过。你爸爸刚要回家吃抽油烟机里碰脑袋，你这儿一个，你爸爸这，我爸爸跟那菜边走了，顺着门缝就进来了。哎呀，一喝皮影戏，你看真难受，头还挺晕。废话，瞧瞧我颈椎不好是吗？进来之后就扒拉你，啊，扒拉我，所以这这是抽我，这是扒拉我，起来起来，你睁眼一瞧，哟。啊！看见你爸爸了，看见我爸爸，我就问你怎么着？你这会儿怎么样？怕怕不怕怕？我是一人在家的吧？一人在家呀、啊。我是那怕怕怕不怕？不是你羞臊什么？我们俩合作那么多年了，没有见过他这么羞臊过。我觉得于老师他们就够过分的。你什么叫什么怕怕怕什么意思？我真学不了这玩意儿。我就问你怕怕不怕怕？问我怕不怕？对，怕不怕怕怕不怕怕？因为我岳鹏什么玩意儿？这我岳鹏走的是可爱路线。行。干嘛这拖着？不是害怕不害怕？这应该不怕我。对，那是你亲爹呀、啊。那不怕什么呀？肯定不害怕呀、啊。虽说是没了，但是那也不怕，是不是？赶紧揉揉眼，嗯，掐一下自己。哎呦，是活着的，是自己是活。哟，真的，您怎么回来了？啊啊，回来了。再看他爸，嗯，那什么，我跟你说点事儿，知道吗，宝贝儿？我爸爸瞎了是怎么着？干嘛这样？干嘛摸骨呢？给我，那什么，宝贝儿，那什么，嗯，你先把那红裤衩给我换了，好不好？红，我本命年死的爸爸。对，因为他死人他怕红，哦，穿的红裤衩，对，你穿一红裤衩，赶紧、哦、红裤衩一脱，哎呀，去，哎，跟你爸爸聊天，还得聊，爸爸您怎么回来了？嗯，我主要跟你说点事儿，说什么事儿、啊？下次烧纸的时候啊，多烧点儿，我、哦、没钱了，咦、哎，在那边买东西太贵了，那不是多贵啊？太非常非常的贵，你说说，是不是老刘？你说你贵不贵？哎、你等会儿，怎么还老刘呢？老刘也来了，老刘这么挤着呢，嘿。这俩形影不离了，这俩。哎，老刘站在门口，那边买东西太贵了。是啊，一碗拉面18亿。嚯、哦，加个鸡蛋3亿。一鸡蛋3亿啊！共享三车，你等会儿2亿。等，一扫码就2亿。等，共享单车，在那边就是共享三车。哦，三车都共享。哎，一扫码2亿，押金还得100亿。到现在那100亿都没退我，退你也干不了别的。哎，哎呀，太贵了，是太贵了，孩子，下次烧纸收、嗯、多烧点。行，我多给您烧，答应爸爸，对，好不好？哎，行行，答应，哎，行，我多给您烧就完了。还有什么要求？还有什么要求？说起这个扫码，我就特别生气。买扫码啊！你下次烧纸的时候啊，你烧一个，你多烧点手机，好不好？啊，你那边还要手机呢？要手机，我要那新款的那个指纹解锁的，好不好？哎，不，新款都面容，面容解锁不行。怎么呢？我当时给你刘大爷被雷劈的时候啊，那个脸劈没了。哦，这俩面容解锁不行，无脸男俩。哎，对，哦，哎，只能那个指纹解锁。这俩不要脸，好不好？嗯，听见没有？嗯，答应爸爸。好，答应了啊，老刘，你说两句。老刘说还抽呢，你刘大爷说他也想要，哦，他也要手机啊，嗯，老刘你说什么？说老刘打，老刘说那个他想要个粉色的，啊，这个老少女，要粉色，还有重点，你烧手机的时候烧点充电器、耳机什么的，你知道吗？您那脸都劈成那样，你要耳机干嘛？啊，许我不要，不允许你没有。啊、哦，这配置啊、哦！那当然了，行，这是必须的呀。是啊，行，我答应您。还有什么要求？还什么要求？那个，你烧点这个电影的硬盘。哦，看盘。哎，烧点电影的硬盘，还有是那个碟片什么的。哦，看。烧点那个烂片，好不好？您等会儿，越烂越好。您等会儿，越烂越好。这烂片谁看呢？鬼才看呢，知道吧？行，找着市场了。哎，特别好。哦，行，爸爸，您在那边住的怎么样啊？啊，住的环境忘了跟你说了 啊我们在那边住的挺好的。是啊，我们住在雷劈小区。雷劈，知道吗？你不
雷劈小区。忘了跟你说了，我们是怎么过去的，住的什么小区啊？什么死法住什么小区？那边有无限多的小区。哎呦呦，有雷劈小区、心梗小区、脑梗小区、哎、呀啊车祸小区，哎呀蹦极断绳小区，哇、哦，各种小区。是蹦极还断绳了啊？这是好小区，还有不好的小区。不好小区有什么呀？啊，什么诈骗小区？哎呦，拐卖妇女小区，嚯、哦，拐卖儿童小区。哎呀，啊，就这帮人在那边住的特别不好，是吗？他们的小区没有水，没有电。哎呀，啊，也没有物业，没有人给他们烧纸。哎呀，他们在那边过得死不如死。就告诉你在这边得当好人，所以说你在这边尽量要做好人。是是。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你来年啊，就是你尽量不要去蹦极，好不好？因为你暗示我干嘛？对，你将来可能要去蹦极断绳小区，你最好来我们这个雷劈小区。为什么？因为我们雷劈小区有一个优点。什么优点？特别亮。哦，老打着雷，特别亮，亮一回来一个，亮一回来一个。那你要什么充电器啊？许我不要，哎，不允许你没有。行，好，哎，这太阳能呢还？哎，爸爸，您在那边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啊？啊，平时消遣。有，嗯，我们还有那个视频网站。那还有视频网站呢？对，哦，对，我还得充这个会员。那边也一样。那当然，好几百亿呢，好几百亿，好几百亿充。不充会员就只能看广告。哇，那还有广告？哎，那边还有个什么好节目？什么节目？什么逗笑社，知道吗？邓小顺，侯宝林带着他的徒弟们做综艺。侯大师，哎，哦、有爱徒啊、儿徒啊、宠徒啊，什么都有。里边还有一个演员啊、不参与这个投票啊、插科打诨。那个演员一般，现在已经不红了，你知道不？哦，那这倒两边都一样，倒是是不是啊？是，他被那些个特别红的演员，他被那个帅的演员盖过去了啊、哦，是，嗯，活该。大点声，那个。找心理安慰，马上三哥就哄过你啊！不要提三哥，那个爸爸，你在那边看我的生死簿了没有？啊，得查查我生死簿。哎呦，我的寿元啊，我还真看了。我那天我给你刘大爷，我们扫了一个共享丧车，带着刘，骑着我们就去了。好，去那个 YLD 大厦啊 ，YLD 大厦是什么大厦 ？Y 阎罗殿，起这个名字有意义吗？有意义，真行！一共十八层，哦，坐电梯到了十八层，嗯，其中有一个生死簿办公室，哎呦呦，哎，投个币就能查了，还得花钱查，哎，嗯，我查到你了，查到你死于2021年春，哦，没几天了，然后你将来会去蹦极断绳小区，啊，那就是春游死的吧，这是啊，春游的时候尽量不要去蹦极，您放心，我都不出门了，尽量来我们小区。我非得雷劈死我，好不好？真行，答应爸爸，答应爸爸。哎，不，你别抽我了。那答应啊，答应啊。哟，爸爸还有个问题，那个岳云鹏的生死簿您看了吗？对，我的搭档。岳云鹏的生死簿我也看了。怎么样？他死于什么？2098年。哇，他得活100多天。对，老艺术家了。哎，他是怎么死的呢？我也查了，岳云鹏最后是爽死的。挺好挺好。哟，爸爸，那个投胎是怎么样一个流程呢？怎么投胎啊？我赶快。哟，投胎很简单啊！你首先你到了那边之后呢，那个你先去喝一碗孟婆汤。哦，忘去前尘往事。哎，你可以喝，也可以不喝。我跟你刘大爷就没有喝。哦，你们俩不喝。喝一碗孟婆汤，嗯，然后走奈何桥，回到自己的小区就可以了。那就完事儿了。哎，现在孟婆汤那边啊，特别的缺德。孟婆怎么了？孟婆的汤特别赚钱。是啊。第二碗半价。你喝完，谁喝完第一碗，谁还记得喝过第一碗，对不对？我就拿这赚钱，那就拿这赚钱啊！哎呀，有的人24小时在那喝，哇，就一直在那喝，爱小便宜的。对。然后你回到自己的小区之后，过了没，不用太长时间，你就可以去那个上那个投胎网啊，投胎网，哎，投胎网，你写清楚了下辈子想做什么，给谁当牛，给谁做马，找谁复仇，给谁报恩都可以。哦，这是申请表，只要上面批准了，你就可以去投胎了。和考学是一样，明白了吗？哦、明白了。就这会儿，老刘哒哒哒哒哒哒哒，老刘干嘛？敲门。嗯，老刘，哎呦，刘大爷说了，嗯，他困了，他困了，我们得回去了。您等会儿，二位都到那边了，还熬不了夜呢。熬不了啊！你们俩不就应该这时候出来吗？熬不了，一会儿鸡叫了，哦、我们更能难受了、哎、啊！我们就回去了啊！回去吧，俩人回去了。嗯，就这会儿，你接一电话。
我手机来电话。媳妇那边生孩子了。哟，生了，生了。哎呦，赶紧开车奔医院。是。到那一瞧，手术中。哎呦，还没完事儿。护士就出来了。哟，孙老师，恭喜您，贺喜您。怎么呢？给您生孩子了。生了。而且生一双胞胎。哎呦，这俩人特别的好。是吗？一生出来有一个优点。什么优点？会说话。说什么呀？答应爸爸。你这。对，一听就是个胖姑娘，嗯，一听就是个胖姑娘，谢谢，嗯，我没瘦啊，那是我又胖了，特别开心啊，哇，一下进来那么多人都去上厕所了，刚才那个节目那么不好看吗？太利尿了，刚才我们两个师弟啊，刘鹤春还有那个，不认识啊。你们家人口太多了吧，那叫光客摆啊，对，我、哦、什么这是又吃的是吧，谢谢，嗯，啊，就光客摆刘鹤春、嗯、二位给您说了一段，对，杨乃武写状，嗯，这不是一段传统的相声，是，这是我师父在家写的一段，后来我师父跟于老师在台上演过很多，对，然后被我们这些个徒弟们学走了，其实很多相声都被我们学走之后，我师父就不再说了。对，没法说，这就是一种传承嘛。对，特别好。我们两个的相声后来都不让他们说，你知道吗？是，我们吃谁去？那是那是，我因为我们会的少，对不对？净说实话。二位下去休息一下。是。又把我们两个人换上来。还是我们俩。这是我们第二次出台。这个舞台对我们来说呢，有很多的。瞧瞧您不挣钱来了。真努力是吧，什么叫出台，第二次出现在舞台，哎，很多朋友可能不太清楚，说你们两个演员在台上属于什么关系呢，属于什么关系啊，第一是搭档，哎，对，首先得是好朋友，一场买卖，我们两个就是好朋友，是经常在一起，是除了睡觉不在一起，是其他经常在一起，对，偶尔我也去看他，他也来看我，就是串门啊，是不是，嗯，他对我特别好，对，好比是亲哥哥一样，有这么一说，对不对，嗯，他跟我好有一比，怎么比呢，不是厕所里跳高，不是那个啊，离不开厕所了，好有一比，嗯，我就好比是武松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亲兄弟一样，我们二人亲如兄弟，对不对，只是嫂嫂比较漂亮，你等会儿，你等，没别的意思，你等你等，就是咱们这个关系是吗，啊，咱俩是亲、就是、好比是亲兄弟，亲兄弟，完了就是你跟你嫂子漂亮是吧，这个就我觉得是可能不太合适，是吗，就我觉得咱们三个人关系就是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嗯，就是我跟我媳妇呢就是属于这种爱情的关系，咱们是友情啊，对，不不不，你是属于结晶骂街愣来啊，我就心里开心一点啊，这大姐睡着了啊，稍微醒一下啊，就听我们相声睡觉了、嗯、不是因为咱俩离得最近，你在睡觉不合适，因为我老能看见你，你要睡往后挪一挪好吧，对，往楼上挪一挪啊，就显得我们相声特别不好听一样啊，相声最关键你不要打呼噜好吗，谢谢啊，谢谢配合啊，嗯，亲如兄弟，对，还好好说，嗯，经常去看我串门，买个冰箱买个彩电上我们家就看我去了，对不对，礼尚往来，我也去看人家呀。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我上你们家串门瞧你去，买冰箱彩电呢。你不是还是我生的吗？等于是吗？不是，就是哪有买这个的？买点心。哦，点心。水果。啊、哦，对，奶呀、啊、什么的，瞧你。是不是？哎、瞧我去，礼尚往来。你也瞧我来。我也应该瞧人家去。是是是。对不对？买个冰棍儿瞧他去了。买个冰。您买个冰棍儿，缩着就瞧我去了。那不买根棍儿瞧我去了吗，
热嘛，热热，你买一箱冰棍嚼我去，我也得买点好东西瞧你、哎、对对对对对，是不是？对，前些日子我上北京的西单去旅游，正好路过他们家。您住哪儿了？进西单就算旅游了，那叫逛街呀。西单去逛街，嗯，路过他们家。我们家住那边，抬头一看，嚯，嗯，这是孙宅，这是、嗯、这个孙宅，我跟你说啊，这个孙宅我抽你，我没完没了了，你当我听不出来呢？大舌头骂街，孙子骂不清楚叫孙宅，那应该怎么说？老孙家就完了吗？老孙家，哎，这我得进去瞧瞧啊，瞧瞧。啪啪啪一打门，嗯，就打里边出了一人，多新鲜呢！他的小媳妇儿，我的小媳妇，哟，有点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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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还打算回去过日子呢，知道吗？什么叫小媳妇儿？那犯法，你知道吗？还有大的是怎么着啊？不是，啊，其实孙老师的婚姻呢，啊，特别的坎坷。这个形容词儿就是听着就那么别扭啊，特别坎坷。什么叫坎坷呀？其实他四岁啊就结婚了。我也是早熟，可能是啊。童养媳，谁养谁呀、啊？哦哦，童养媳就当养我那是啊。他四岁，他媳妇也不大啊，也不大，47还是48？我这娶一奶奶，我这没有共同语言，多新鲜呢！他不跟人睡觉。废话、啊、没有共同语言，嗯，后来就一直修书给他修了。干嘛还修了？费那事呢、啊、你等我长到20他也差不多了。也就丧偶总比离异强啊，你说你这个人呐，这会算账，心脏是吧？那不是一般的脏。嗯，后来20多岁的时候又结婚了，那是正改正经、啊、那个媳妇好看是吗？啊，也很贤惠。好，被他二舅领走了。哎呦，怎么被我二舅领走了呢？就是你现在的三舅妈。哎呦，三舅是吧？我们家媳妇公有制的是吧？现在这个媳妇好啊。啊，那不要三舅妈了啊。下岗的香港小姐。对，下那能好了吗？那个当然好看了，这都下岗了。为什么下岗啊？嗯，没有后台，我没后窗，没有人撑腰。哎呀，所以名次不是特别高，不好混。但是好看，好看，又狗狗又丢丢。这是满语吗？这是英语，英语。没听说过。又狗狗又丢丢，又好看呢。俄了金德的模样，好词儿，是不是？这词儿我爷爷都不一定知道了。好看之极，是是是，打里边出来了。好，边走边唱，还唱呢。淅沥沥沥把门开开，哗啦啦啦又把门开开开，门啊来，原来是岳秀才。不是，你不是岳云鹏吗？怎么岳秀才了？岳秀才，就是、哦、还有功名这意思呢。哈哈，哎呦，嫂嫂。你等会儿，你们老武松那劲儿我听着。嫂子，嗯，您好啊，嗯，嫂子说话是，嗯，讨厌哟，缺德，哎，臭嘎嘣，哎呀，老不来了，呦呦，你等会儿，跟我都没这样过，我告诉你，你说嫂子跟我这么说话，嗯。我能跟他这么说话吗？你嫂子跟你斗，你不能跟他斗。老嫂子比母，小叔子是儿啊！哎，对对，你尊敬他，咱得规规矩矩、一本正经的呀。是是是是是，嫂子，嗯，我最近忙了一些、啊。哎呀，嫂子，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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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这干嘛去？哈喇子都快流下来了，这是正经吗？这个就突然间这儿有点泥，就是。对对，你拖着搓搓泥呢，像话吗？这都，真行。好好说话，好好说。我说嫂子，别这样啊！别闹。什么？嗯，孙悦在家吗？我在家吗？谁？是谁？你等会儿，谁是我们家吗？是是是是，我媳妇都不知道我是谁。孙悦，大胖子孙悦。啊，哦嗨，孙悦。非得这么解释啊？喂王八了？啊，喂王八。我一听，你等会儿，等会儿，嗯，你等会儿，怎么回事？你什么怎么回事？我怎么叫喂王八了？我听错了。啊，上老魏家忙活去了。上老魏家忙活去了。对，
魏王，这字儿都不对呀、啊！我纳闷，你怎么听差了呢？听错了，听错了。哦，我一听孙悦没在家，是，那我得进去瞧瞧吧。瞧瞧，哎，是不是？您这话说的，怎么这么别扭啊？怎么了？我不在家，你进去瞧什么呀？你瞧您的老母亲呢？哦，瞧我妈家里是不是有老母亲啊？是是啊，那是啊。您说六七十岁了，您说清楚了是不是？对，老没见了，快七十了都。我得进去瞧瞧啊。嗯，我说那谁，老太太在家吗？老太太呢？上房了。我妈是猫啊。老太太上房了，一跺脚，啊，不用跺脚，上房了讲话吗？在上房屋待着呢，就正堂屋。哎哎，我说那我得去瞧瞧。瞧瞧老太太。一进正堂屋啊，老太太背对着我。啊，面冲里，但是腰不弯背不驼，精神在那看书呢。哦，手里拿着一本《金瓶梅》。这我们家谱，嗯。这七十多岁老太太，哎、这个图好看，还是画啊？好的嘞，真行。我打开这个尴尬的局面呢。是啊，我说老太太。你好啊，嗯，哟哎呦，什么意思？讨厌，缺德，臭嘎嘣的你！我们家门风这是，老婆来了，行，妈别闹了。我说老太太，嗨，是这么回事儿、嗯，我呀最近比较忙啊，这不是那个最近当明星了吗？然后很多事儿啊，这有自己说的吗？没人说可不是，那是你也是够憋屈的。那个不美了是怎么了？最近比较忙啊。是。那个您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你坐这儿，我给你倒杯水。倒水。老太太再一扭头，我发现一个情况。什么情况？老太太后边梳一卷儿。吓我一跳啊！这发卷儿吗？是不是？卷儿。嗯。上面插着一朵小红花。哦，嗨。什么意思？我不太。这您不明白啊？啊。哎，这是我妈的好日子。你妈结婚？你妈嫁人？你说你妈的好日子呀？好日子结婚呢，老太太七十多了，啊？那是什么？生日，生日，你母亲的生日。对。那天是你妈的生日。对呀、啊。我不知道啊。是我都不知道，我还老为着忙活了呢。那天是你妈的生日，我天哪！是是你妈的生日，你妈的生日，没完没了了。各位，您听见了没有？怎么了？有骂街的嫌疑，看见没有？我告诉你啊，没有嫌疑。啊，纯骂街呢？废话，您说一遍得了，老说的干嘛呀？你母亲的生日，哎，母亲的，我不知道啊。是是，我什么都没拿，这兜里只有一个棍儿，不合适啊。吃完了没舍得扔啊，都。好，我说老太太，嗯，嗨，今天是您的生日，我不知道啊，是不知道，不知道，不好意思啊，嗯，我什么都没拿，下次来我给您带点东西来，好，我再来瞧您，好不好？是是是，明年吧，明年，明年的今天就是您的周年，对，到没有，我再来，哎，对对、啊，您这嘴也太丧了，这嘴，老太太今儿就得死是怎么着啊？什么叫周年呢？哎，妈怎么了你？瞎说什么？你说的，我哪我说的？一周年了吗？你那死了才叫一周年呢。那是还是您的生日，明年的今天还是您的忌日。忌日，生日，我记住这个日子了。明年的今天还是您的生日，你记住了哈。到时候我再来啊。哎，来吧，不买东西，瞧您来。嗯，那明天我也在家。嗯，宝贝儿，宝贝儿啊，宝贝儿了，别忙活了。嗯、咱家俩坐着聊天，聊聊吧。我们娘俩正聊着呢。嗯，就听外边脚步声响。我回来了。嗯，你还没回来，我一瞧啊，怎么还没回来？是您的三个姐姐来了。哦，那仨姐，哦，仨姑奶奶回来了。对了，三个姐姐啊，嗯，凑到一起不容易。怎么呢？你看她是北京人啊，嗯，大姐嫁到了延庆，郊区。二姐嫁到了密云，嚯、哦。三姐嫁到了平谷。哎呦，这农村包围城市了，我们家这是。嗯，凑到一起不容易吗？那是不容易。而且各自都拿着东西呢。拿着什么寿礼？大姐牵了两只羊。羊，二姐拿两只鹅，嚯、哦，三姐提了两只鸭，多好！赶紧出门迎接呀、啊！迎接吧！我说大姐、二姐、三姐，嗯，你们好啊！是，姐姐们说话了，姐说什么呀？讨厌，缺德，臭，好，这是我们家家训，这是啊。
你们家家训他们怎么都知道？废话，你说好几遍了，你老不来了。哎，行，谁老不来了？姐姐们不能这么说话啊！是，谁老不来了？啊、嗯，我老来，老瞧不着你们。我怎么不知道你老来？怎么意思？来来，进来。嗯，三个姐姐进去了。是，陪老母亲聊天，唠嗑呗。正聊着呢，汽车声响。啊，来车了，停在你们家门口了。哦，听见了，赶紧出门迎接。瞧瞧谁？我一出门一瞧，嚯，这辆大车，大车啊！13开门的凯迪拉克、奔驰、宝马。13开门的凯迪拉克、奔驰，船车呀，就是船的。好，吓我一跳。小轻轨这是？吓我一跳。有点上面下了一个姑娘，女孩，貌美如花。倾国倾城，哎呀，穿了一个红色的旗袍，哦，一身红，穿金戴银，特别的漂亮。我说嗨，您是哪宅的小姐呀？哪宅的？讨厌，缺德！我一瞧这是你们家人呢，多新鲜呐！我说词儿都一样，不认识你啊？嗯，还不认识我？嗯，我是老妹妹呀、啊。我妹妹啊、哦，老妹妹，老妹妹，真漂亮啊！是，女大十八变。越长越好看啊！是是是，哎，真的、嗯，我也觉得我好看了。嗯，你看这个天特别热，咱俩在这聊。哎，你等会儿，好久。妹，小月呀、啊，妹，哥哥，我跟你说，你说什么说你？这穿着旗袍开气到这儿，这天热拿旗袍扇呀、啊？这不越扇越热吗？这不？没有，哥哥啊，我也说了。对，哎，嗯，妈的，就别瞧了就。还瞧两眼还好好的好好怎么最近特别忙啊对我是挺忙的嗯屋里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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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我啊嗯带着寿礼呢也带着呢打开三个后备箱我一瞧啊对三个后备箱切花豆呢我这两只野鸡哦山珍哎、嗯、我趁着野鸡拿你妹妹我就进去了你等会儿进屋一瞧这不太对这个您这有点乱我给你捋捋 啊嗯，您应该是就是，我妹妹头着走，你跟野鸡在后边跟着。反正是进屋了。嗯、您说清楚了啊、嗯。进屋了。嗯。姐儿四个到齐了，大姐说话了。大姐说什么呀？今天都到齐了啊。嗯。这样吧。哪样？出个主意。什么？今天是老母亲的生日。是。而且咱们各自手里都拿着东西呢。寿礼。一人啊，说这么几句吉祥话。嘿。祝老太太生日快乐，老理儿，以什么为题呢？嗯，各自手里拿的东西为题，多好啊！这就开始，我是大姐，我先说、哎、吉祥话。今天上寿两只羊，炕上坐着有寿的娘，你看看，一会儿吃了长寿面，愿我娘富贵绵长，富贵绵长，多好的词儿！你妈很开心，是，嘿。我妈这兔爷呀，我妈是捣药的，是怎么着呢？该二姐了，嗯。今天上寿两只鸭哦，带着鸭炕上坐着有寿的妈一会儿吃了长寿面愿我妈富贵荣华富贵荣华多好的词儿！慢开谢谢谢谢估计捣蒜的三姐今天上寿两只鹅炕上坐着有寿的婆一会儿吃了长寿面愿我娘富贵三多富贵三多多好你妈很开心哎呀许三多许三多许三多吃焖面是怎么着该老妹妹了嗯，听我的小妹妹的劲儿可好嗯今天上寿两只鸡炕上坐着是野鸡去什么叫坐的是野鸡呀、啊、炕上坐着有寿的一会儿吃了长寿面用娘寿比天齐是你妈让你哎这么爱吃蒜这姐儿几个啊嗯在一起聊天是你看他们摆成一排嗯我在这里的话格格不入你就不是我们家人你走吧我上哪去走吧你什么我是你们家客人就这么逐客呀我还客气了呢我得去做饭呢你等会儿吧谁们家客人去做饭呢怎么了长寿面呢、哦、我没拿东西我上厨房忙活哦帮厨行不行哦那行对不对小心但是你们家的厨房啊嗯我一人去不合适怎么一人去不合适我呀我叫上嫂子我们俩人去忙活是不是你干嘛叫上我媳妇儿干什么你媳妇在那儿也觉得尴尬的哈没觉得呀你甭管了
我这就甭管了，豁出去了，我们家是。哎，什么？干嘛呢？阿莲，阿莲，金莲，我媳妇叫金莲呐。怎么了？金莲，金莲，谁媳妇叫？谁说叫金莲了？你不说？我说她姓潘了吗？姓不姓潘？你不是说得金莲？银莲。怎么银莲？银莲，谁都能刷卡的那种。你等会儿。阿莲吧，叫嫂子，嫂子啊，嗯，嫂子，咱别跟做贼的事行吗？你怕那老五位听见是怎么着？啊，嗯，可以了吗？可以了，什么就可以了吗？说着话，我们直奔卧室。你等会儿，过来过来，我要飞起来！去，飞起来！你上卧室，你做饭上卧室干嘛去？你急什么？废话，急什么？我说你们家你不急，是这样，来呀，你们家那厨房啊，盖的缺德。你们家厨房才缺德呢，得穿过卧室才能到厨房。这是个什么历史框架？这是不是？你看你那个房子呀，是是一长溜。我们家一长溜，男厕、女厕、客厅、母卧。母卧室，母亲的卧室。哎嘿，老人房啊、母卧，嗯，你们两口子的卧室，然后厨房，房是一溜的。对，门呢就一边有门啊。您说这是猪圈呀、啊？你怎么意思？我说什么了？我怎么意思？有你这么说的吗？我们在卧室直奔厨房，直奔厨房。对，到了厨房，门一插，啊、拿一大缸一顶，窗帘一拉，我们这就开始。等会儿，我跟你说，要飞呀你啊！不是你让我转圈干什么？废话，我让你出去的，我还让你？不是你上厨房，你关门拿缸给顶上，拉窗帘干嘛？你这什么意思？这个，你看，心又开始脏了啊！我还没敢脏呢，我告诉你。我问你，你问什么？你们家没有抽油烟机对不对？没有没有吧，一会儿一炒菜一炝锅，那个烟飘飘荡荡晃晃悠悠来到你母亲那屋，把你母亲呛着怎么办？哦，因为没有抽油烟机，你怕那个油烟的把我妈呛着是吗？对、啊、你把门关这么死，你们俩就不怕了吗？我们不怕。你们怎么不怕？我们可以人工呼吸。走给我打开吧门啊，把门打开。非要打开吗？打开。行，嗯，打缸挪开，门打开，窗帘拉开。打开。哎，干嘛呀？你打开门还脱，不要脸啊？这不，你脱什么衣裳啊？穿围裙呢，你得。穿围裙干嘛要脱衣裳？你们家都是脱光了套一围裙啊？你们家不是吗？这。我这勾起我串门的欲望了。你们家我最近也是没去，你就我们家反正不是，就是围巾就是直接套到外边就行啊。要不衣服有味儿啊，炒菜没事儿，没事儿，那味儿阴的身上更不好，知道吗？套一围巾，把围巾套衣服外头。嗯，我都没听说过，我都是您呀、啊，我都得去您家，我教教你啊，我知道知道你们家，行吧？嗯，就套外头，套吧，套外头，哎，开始忙活，你知道吗？哎，嗯，刘老师，这是忙活什么？和面呢？你不得和面吗？和面就这么和吗？我觉得和面应该是面倒到盆里，完倒上水，慢慢拿手这么摁的，应该啊。行，那么俩手你啊，送你九州的玫瑰花了，还以为
行，哎，您就别比划了，就和面就完了。您这我别扭看着啊，和面。嗯，我跟你媳妇儿啊，我们正忙活着呢。哎，我跟你说，就怕这词儿啊说不清楚杀人。我告诉你，忙活什么？您说全了，钝刀子杀人更难受，知道吗？你得做呀，你得。这还不如那忙活呢，我跟你说。完了，孙老师，不是我这段我说不完了，怎么意思？老拦着我干什么？这早知这样，大伙的情绪你看看啊！我知道，你谁顾及过我的情绪？早知这段这样，我不说这个了。我就是谁说相声不是？您做什么？您说全了，您知道？做饭呢？哎，对，就这么说啊。做饭呢？做饭，对对对，做饭是不是？对，不光是做面，嗯，对不对？旁边还有些生米，做成熟饭呢。您这儿都做长寿面，您蒸锅米饭这干嘛吃啊？面条烩米饭是怎么着啊？蚂蚁上树来了。您这话说的老话里有话，这玩意儿我没法说了。这段相声废话，我紧拦着慢拦着，怎么还有什么熟饭呢？还有，那就做面吧。就做长寿面啊，做长寿面。嗯，我们正忙活着呢，忙活做饭呢。就听外边打起来了。我回来了吧？我终于回来了吧。你老想着回来干什么？我跟你说，这段相声里根本就没有你。我们家呀，就是杨家将，全是寡妇，你知道吗？一个男丁没有，你在家里看。哎，有男丁。还有男丁。谁打起来了呢？谁呀？你母亲跟你儿子。哦，我有儿子。啊。哦。俩人打起来了。我母亲跟我儿子打什么架？他那儿子呀，四五岁不懂事儿，小孩嘛。哎呀，几个姑姑来了，开心。这孩子不懂事儿，跳舞。这孩子这么一疯，跳舞没关系 啊，站在桌子上跳舞。小孩也没关系。对，抱着暖瓶跳舞。对，烫着他，你得。抱着暖瓶没关系，里边没水。啊，那没事。但是暖瓶脆了。脆了吧？里边有个值钱的东西也脆了。瓶胆。那不值钱。什么？你母亲的烟袋锅子藏在那里边了。就我妈那小烟袋啊，怎么藏那里了？也脆了。哎呦，乌木的杆，翡翠的嘴，翡翠值钱，值钱啊，值钱，有纪念意义。嗯、什么纪念意义？那是你母亲的嫁妆啊。我，你等会儿，我妈拿烟袋锅子就嫁过来了。当时还有很多东西，但这个东西它有纪念意义啊。这就是我姥爷给我母，是不是？算一算，四五年了，这个东西。你妈才嫁过来的。四五年像话吗？四五十年了。对，是不是？这东西脆了，脆了，能不生气吗？孩子追着你儿子打呀，孩子不懂事，你儿子跑得快啊，小孩跑得快，逮不上啊，逮不上。几个姑一块把这小孩挤到墙角，把这小孩哎弄住了，扛着这小孩，妈给您弄他来。我们家这是盘丝洞啊，这是。这几个姑更不懂事儿，这个，你母亲生气，哎呀，你孩子你叫什么劲？孙子。哎，我告诉你，别骂街啊！你骂什么街？什么叫孙子？干嘛这北京骂街怎么骂知道吗？谁骂街了？不是你孙，他喊的叫奶奶，他是不是应该喊的叫孙子呀？没错。哦，你奶奶喊你孙子，你抽他呀？我怎么这么混蛋呢？我，你回到家了，你奶奶，哎呦，孙子，你爸，你抽他，啥呢？骂什么街呀？哎。这就是说相声脏心，怕人占便宜，就这玩意儿。没有，就是辈儿是吧？孙子，那辈儿行、啊。今天我抽，下不去手，没有打隔辈人的。我抽，没有打的，打哟，好的嘞，踢出去了，踢出去了。他母亲紧走两步，大，我妈身体可以啊，连踹了十八脚，好，十八连击这是啊，十八连击是，这孩子七窍流血，呵。好的了，往外喷血。好，孩子小喷泉了。再看四个姑姑旁边，呵，这扎子洞啊，这是。哎呀，一分钟之后，孩子、啊、哇哭出来了。那说明是活着呢，活着呢。孩子一哭，他媳妇着急了，听见了。哟，怎么着？啊，孩子哭了，赶紧穿，还穿。等会儿，别转了，给我过来。什么叫赶紧穿呢？你听错了。什么？我说赶紧换换啊，围不用换，穿得出去。不是把围裙摘？不用摘，穿着围裙让人笑话。不穿着围裙让人怀疑。
穿着出去啊。行行行，嗯，就出去了。出去不到十秒钟又回来了。怎么回来了？忘穿鞋了。哦，忘穿。你等会儿做饭，你光什么脚啊？哎呀，你不在家，你甭管了。然后呢？有家不能回呀。出去一瞧，哎呀，这孩子奄奄一息，是躺在血泊里了。再看他母亲，嗯，老太太年轻时候也是混街的，我跟你说，你瞧这劲儿，哎呀，你说怎么办？怎么办？埋怨孩子是，孩子都快死了，没法埋怨。埋怨老太太啊、嗯，你干不过他呀，那么大岁数，怎么办？他媳妇张嘴唱上了，我媳妇还唱呢，伤心了，你看。忽听外面乱嚷嚷，不由得奴家心里慌。来到外面用目望，婆婆你不该把她杀。埋怨老太太，老太太一听呀，怎么着呀？呵，我妈吃炸弹了，是怎么了？什么意思？你瞧我妈疯了，埋怨我，埋怨老太太。老娘今天我弄死你！要疯这是。老太太张嘴也唱上了，是吗？张氏女呀，怒气发，开言骂声小冤家，骂他砸坏我的烟袋，还得把我埋怨呐、啊！活该你这辈子呀！怎么了？嫁一个王八！去你的吧！